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梨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最辉煌年代就梗系过晒啦，咁但系而家就讲情怀噶啦，系、嘛？好啦，咁啊，喂，话时话阿河马咧，真系新河太，好似47、48岁嘅喎，自称46，但系结婚证书43。你覺得似幾多歲啊？唔肯理啦，唔需要去估佢啦，我都冇乜點睇，我其實一段新聞都冇睇過，我整啲相嚟 share 出嚟。陳慧琳51，所以你話啦，年齡代表乜嘢咧？嗯，係嘛？就係年齡代表乜嘢？你話如果阿可伯溝個陳慧琳咁嘅款嘅咧，咁我撐佢喎。哇！成中呢、喂，我撐佢喎。屌你老味，東人之事啊！喂，老老實實講。不是陳慧琳啊，陳慧琳咁嘅款嘛。喂，屌你咪，佢辛苦揾嚟70幾歲，你鳩佢敗撚曬啊！喂，我都覺得，喂，屌你冇，我撐佢喎。牡丹花下死做鬼又。不過你揾個咁樣就真係啱啲咯。牡丹花下死同俾河馬砸死係兩回事啦。唉，真係好撚慘。好啦，嗱，我哋睇睇啊，Matthew Tricket 啊，去陳思嘅公園啊，根據今日咧01嘅消息。仍然是大範圍封鎖，不俾人入去，即係接近嘅拉曬封鎖線。咁其實有時我睇呢啲咁嘅情況咧，你係不禁懷疑咧，英國佬究竟做乜嘢？不過呢啲我哋唔講，究竟做緊乜嘢？定係佈緊個局咧？嗱，其實咧，而家死因都仲係不明嘅喎。嗯，係自殺定他殺？有冇傷痕？有冇傷痕？嗱。佢暫時咧嗰句英文用語咧就是、unexplained， 即係不能解釋啦，未能解釋啦，暫時喺今時今日星期日死，今日星期四，嗯，喺今時今日嘅法醫入邊，我真係唔覺得有嘢係 unexplained。佢話佢應該未驗屍啩，適當嘅時候會驗屍。咁多日都唔驗屍，點解唔驗屍啊？咁奇怪咯，就係話咯。定係驗屍唔公佈啊？嗯，都有可能，係嘛？老實講，佢有傷痕，冇傷痕，講唔講得咧？係咪內出血啊？係咪心臟病啊？係心肌梗塞啊？到胃部有冇發現一啲咩？嗱，咩物質咧？即係呢啲，你令我更加覺得咧，即係你知我老啦，好撚蠱惑噶嘛？係咪已經掌握咗啲嘢佈局等你哋？再佢野心啲咧，唔覺意地，但我唔識啦呢啲嘢，係咪？至於你當然啦，你如果你話去到，即係我琴日聽阿陶傑咧話，阿 Matthew 屌你話哈哈哈哈，臨尾行翻出嚟話，如果搞到咁樣，屌你鐵金剛噶啦，咁就穿閃視光啦。喂，如果呢個機會可能咩喎？可能甚至係咩？根本佢就唔係真係死咗咧。咪咯，哈哈哈！因為佢爆料，然後仲第二個身份就繼續生活。係啊，報係啊，報個局，所以咪咁樣咯。好啦，咁啊佢個律師就話嗱。佢律師咧有出嚟講嘢啊，叫做 Julian Hires。佢話佢咧當日喺法院入邊同看守警官講：，喂，如果我釋放我都會自殺㗎。啊，佢話呢個係純粹因為佢個健康問題引起嘅啫，因為咧佢有病嘅叫做性腺功能減退症，係每日要食啲高固醇啊。嚟去 balance 翻佢啲荷爾蒙分泌啊！咁啊，因為喺關押期間未獲提供，所以陳瑞斌佢先咁講。咁啊，鑑於因為佢嗰個利益，即係佢對於嗰個Matthew 嘅利益咧，佢係申請保釋，但係檢方咧、控方咧，其實建議還押嘅。即係我估佢解釋就係咧，嗱點解我最尾律師會幫佢申請保釋？佢都講過即係、即係最少兩次話，如果我即係俾你放出去，我會自殺噶啦。可能佢咁講就檢方係建議還押嘅喎。因為可能佢律師想解釋，因為當時佢冇呢個即係冇類固酮，所以先影響佢情緒啫。食翻藥嘅時候佢就唔會咁諗噶啦。咁你入邊繼續我食藥咪會惡化咯，所以我都希望佢保釋。係啦，咁佢幫自己解釋嘅。佢幫自己解釋，但係嗱，如果佢真係有呢個病，出咗嚟食翻就唔惡化，就唔會惡化嘅話。
咁就真係未必自殺噶咯喎。嗯，未必會自殺咯。係咯，係嘛？如果唔係嘅，如果最後發現呢個係真係自殺嘅話，嗯，你而家呢個律師解釋呢啲冇意思㗎。你自殺通常都會有遺書，都唔一定，但通常會有。屌你，淨係老實講啊！唔通遺書唔一定有，但係你好撚古怪咯，行去個公園度自殺，咪就係咯？點解要去公園死先？嗱，通因為點解咧？唔好話咩啦，啲貓狗啊，就即係唔係自殺啦，之後自己就死都匿喺埋個床下底啦，係嘛？定係佢想透過自殺想帶一啲嘢出嚟俾大家？所以講呢單嘢係好撚古怪嘅，我哋唔需要去討，即係暫時嘅資料係咁多，就唔好講。定係被自殺咧？嗱，被自殺當然大家就咁諗啦。咁要邊嗱？佢呢單嘢大有大到乜嘢要人？有邊個殺佢咧？嗱，你問我啦，你問我，假若係被自殺嘅話咧？你打住我問咧，我就唔信係你哋諗嗰啲咁高高層次嘅，太低級咯，太撚普通嘢。你識得啲幾多嘢咧？定係咩殺雞儆猴咧？知得幾多嘢咧？即係殺咗佢，等攞其他嗰兩個小心啲講嘢啊！我都覺得個層次唔高。定係驚佢做其他嘢？老實講，你哋點樣去做呢啲嘢都好，嗯、你哋點樣做？你呢單嘢最後個效果咧，係令到件事更加惡化嘅。嗯，因為你就咁睇表面咧，係叫做論盡。好論盡，嗯、老撚土，嗯、特區嘢就啲根據法庭文件咧、嗯，其實就夠曬做噶啦。咁、嗯、但係特區政府衰乜嘢咧？其實特區政府咧最極其量你就咁睇咧，就係、是、好似唔係好安排你，唔係好安排你，但係唔係犯法噶嘛？請咗個人，即係一般嚟講，以前呢啲咁嘅啊經貿辦嘅主任都未必請啲咁嘅退休差人啦，嗯、啊。咁個退休差人咧，好唔道德，你極其量得咁啫。嗯，喂，就收埋佢個 friend， 即係琴日講嗰個債主話識得個退休另外一個退休差人啦。嗯，啲料，於是乎就法人去幫手追債，不是生產，就撇清咗同政府關係，你堅持。雖然你解釋唔到點解 ETO 會出錢俾呢一個。咩負責咩負責嘅，但係都可以解釋話呢班人，即係你哋嘅個，當然我而家講緊故事，大家都唔信啦。但係你其實咁樣落去咧，英國政府大家心中又知道，未必追打落去咧，就慢慢等件事淡。呢、這個世界上永遠都係咁樣嘅啦，政治呢啲嘢。但係而家搞到死咗人咧，件事究竟係咪淡咗咧？都要諗，係咪第一公園係咪即係公園係咪第一案發現場？隨時唔係㗎，係嘛？可能即係死咗，隨時唔係㗎，搬過去啦。咁啊，第二當然你話係即係如果要係即係他殺嘅，咁啊你睇即係香港政府就未必有咁能力啦。嚟諗下佢連羅冠聰嗰啲都搞唔掂你啦，連嗰啲即係通緝犯，咁啊就需要搭上邊去到上邊啦，即係香港政府搞頭，佢又會唔會對一個？即係如果呢個係安排咗英國、美國幾十年嘅，嗰啲可能好多料爆，可能就會。喂，你呢個係當年一個咁嘅死，即係呢個真係好低層次喎。嗯，就算你話跟住上去上線 Peter 甚至乎阿彪彪，其實你估佢哋有幾多料？定係佢呢個即係被自殺，唔係呢邊做，係有啲人要將呢件事搞大，借住呢條線，呢個人嘅死亡搞你。嗱，呢個可以係英國佬㗎。可以不是英國佬，是政敵。嗯。啊，那這些大家你們去自己想吧。不過無可否認的是，權鬥的政敵呢，我見到呢，我甚至乎不會認為中央政府咯。嗯。我會不會犯國安法再說下去？我會認為是，如果你問我呢，我會認為係一啲你唔撚相信咁撚蠢、戇撚鳩嘅做法。即係你到我，你問我而家，我到而家呢刻咧，我覺得咧最大機會咧，都反而係即係佢啲上線嘅，好撚戇鳩噶。呢、這個世界啲嘢戇鳩到你唔撚信嘅。屌、嗯、你啊！你知唔知江南岸啊？你食知啦，係幾撚戇鳩啊？呢、這個世界上嘅嘢，屌你冇撚係嘅話，冇咁撚柒啊，就咁撚柒啊嗱。老實講，而家收蘇花睇落去咧，我就唔覺得呢單嘢咧，即係你要陰謀論，一定我都講係去到我哋中央政府啊，唔係嘅。我諗最高層就係我哋特區政府。好啦，中方外交部嗰啲啊，當然要反對啦，促使英方停止反華政治操弄啦。咁呢啲咧，
就一定要咁講啊。嗯，我到到而家都覺得呢單嘢咧，因為正如我哋之前話齋啦，紫微星人師傅咁講啦。嗱，你見到咧，特區政府用一招應付啊，就暗春突然間 ，wood 變咗暗春。嗯，葉劉出嚟講完嘢 ，wood 都暗春埋，唔講啦。湯家華嗰啲 wood 講完都唔知講乜撚嘢，我都唔知講乜撚嘢啊，唔轉述啦。誒，你有咩能力去應付呢啲咁嘅國際事？即係或者呢啲外交事務咧，而家上升到少少句聲，即係葉劉講到，哎呀，經貿辦可以誒，即係幫手監視呢個咁嘅在英港人。屌你！心諗。經貿辦係做經貿㗎嘛？唔係，國安關係撚事啊！佢係食咗誠實豆沙包，即係老實講，第一你唔係領事，第二就算係，屌你老母都冇講出嚟嘅大佬，係嘛？第三你話佢轉變咗，咁幾時轉啊？或者應該轉咁都應該轉，就未轉啦。基本上你係任何喺任何禮節上都係唔合道理嘅啊！咁所以你經貿辦香港啲經貿辦喺外地喺歐美嗰啲咧。哇！都危過危地馬拉。啊，不過啱啱你話你最尾個推論咧，都有即係少少可能點解咧？通常如果你殺人滅口條先唔會俾人咁揾到啦嘛。屌你老母！大搖大擺醫院喺公園發現喎。所以好撚奇妙啊！呢啲事，屌你俾，唉都話屌你諗呢啲係有排扭啊！我懷疑甚至乎係有人呢個唔係第一現場。有人做嘅嘢，但係有人，咦？屌你老母，呢個咪 Matthew 仔，而家呢個得咩嘢喎？朱叔話：喂，咁啊，屌你老母，喂，唔好帶去公園，要搞大佢啊，都得噶，啊，借一樣嘢嚟玩咯，啊，好啦，咁啊，倫敦經貿辦當然而家我哋其實平時我哋唔會理佢嘅，唔撚識佢嘅，咁而家注意到佢啦，咁佢咧就搞一個啊，其實唔係佢搞嘅。是明愛倫敦學院咧，就搞咗一個金融傳奇一百年誕辰紀念嘅研討會。嗱，我諗喺英國搞一個咁嘅金融傳奇一百年誕辰紀念研討會咧，出席嘅人如果有三幾十人，我都覺得幾巴閉嘅啦。咁但係倫敦經貿辦咧，啊都啊話要表示支持同埋贊助呢個明愛倫敦嘅。屌你老母！而家先去回歸啊，執執博啊！即係叫做質質博當，即係想轉移視線啊！個人都望緊住你㗎啦。好，咁啊譚秋朗請辭足總 CEO， 咁由第一日上班我都話俾時間佢嗱，我唔同阿正係咁狂屌，唔識足球係咪唔做得足總主席咧？我嗰陣時已經話唔係，唔識足球你只要你管理行政好撚叻啊，或者做嘢好用心啊，都做得㗎啊！咁但係而家三年後就證明咗。佢真係唔諗得，嘥曬啲錢咯，啊！一年三百幾萬，喂！我屌你老母，成千萬啊，夾埋。喂，淨係可以呢兩年，先唔好講佢之前同啲草職員嘈啊，又告嚟告去啊，或者咩講粗口，又話頂嘢，乜嘢雞恐嚇啊！屌你咪搞到今年，屌你諗佢諗到冇球證啊，冇租場啊，屌你諗乜撚都做齊嘅喎。係啊，喂，你係三百幾萬一年喎，嗱，我上去呢個好神秘嘅人譚秋朗，我上維基啊，上去揾佢咧，究竟即係。我一打譚秋朗嘅名字就係足總行政總裁。咁之前有咩位職啲？但係佢應該有人噶嘛？佢話咩公司啊？你話冇揾過？佢有咩 CV？ 揾唔揾到啊？個 CV 揾唔到啊？喂，三百幾萬一年？喂，你真係揾我？喂，老實講，足總，你真係揾個啤梨去做好過？好嚇、啊，我就乜都唔搞，我就提倡賭波合法化，賭本地嘅波合法化。我想埋立法會，屌你老母閪，同乜你都涉戰純商都仲得？嗯，你賭波合法化就真係點都多人睇啲嘅。真係嘅喎，賭盤點解你打假波咪拉咯？啲成日拉啦，而家都反正廉記局嗰度歐春代，咪屌佢嗰啲人打下假波嘛，拉狗佢咪好咯。佢唔打假波，咁咪大家拼我咯，係嘛？跟住喂，我做足總主席嘅，我又去揾啲老友記，啊，我自然就我辦法㗎啦。喂，老老實實啦，阿成哥，喂，幫幫手，唔多，你一年掉2億出嚟，跌都跌咗去，係嘛？你慢慢搞，即係你起碼咧，即係點講啊？喂，你哋唔好。好處係舐盡，屌你明知我哋即係主席最撚中意足球啦，事實上我哋唐人都係啦。喂，尤其是我哋而家有個咁啊，即係咁撚厲害嘅領隊，我哋香港隊啊。喂，話曬係阿杜曹個師傅喎，即係唔話師傅啦，師兄啦，係嘛？喂，杜曹都大把人啦，雖然奶撚咗嘢。嗱，嗰場波咧，我嗰次喺英國，我真係未見過咁撚蠢嘅。嘅人嘅，即係屌你咁啲無撚端端，我 O 撚曬咗啊！七廿幾分，你係無撚端端送喂嗱，如果你八十五分鐘咧，我都唔怪你。但係啊，因為我太多呢啲經驗咯，我嗱先咯，
你少啲，你85分鐘換曬，就算巴西都試過啦，換曬前面，你一換曬前面諗住加人手咧，結果屌你咁講啊！哇！諗住我輸，咪同你死撚過咯！你冇哇，冇得到最快一個喎，你冇得到奧運喎。李克力簡尼佢話有少少傷啊，背脊嗰啲。企喺度啊！你都可以引走佢啲後防啦、啊。我話俾你聽，企喺度啊！即係等於你，譬如話，即係人哋個壓力啊，九十年住你啊，你九十年代、2000年啦，你個隊已經帶嚟有個奧運喺度，佢係咪企喺度？你都唔夠膽壓曬上去啦，係嘛、嗯？就咁簡單啫嘛！屌你送個杯俾人，你講乜嘢啫？黐撚線啊！好啦，咁啊，譚周朗就請辭，咁啊，即話話咧。足總感謝過去3年的服務，咁其實 ，OK， 喂，我真係覺得你話俾得幾百萬，真係做嘢嘅人係咪咁難？嗯，不過老實講，你足呢個足總都係冇撚用嘅呢個，啊，足球總會有好多細會嘅，成日你大家你瞭解到都係大老幕。好啦，嗱，講埋呢度最後一單新聞啦。呢單新聞我覺得真係本來就唔值得講嘅，但我真係覺得幾好笑。嗱，話説一九龍城寨咧。之為成咁受歡迎啦，咁而家又話要搞啲咩電影紀紀念館啊，呢樣嗰樣啊，就話咩場景紀念館啊咁樣。咁啊，位於九龍城寨旁邊，就係寨城公園旁邊嘅九龍城廣場咧，就即刻打鐵就趁熱就整咗個九龍城寨展。嗱、嗯，我同大家講，快啲走去睇啊！九龍城廣場嘅原址咧，大家唔好搞錯，其實佢就係 part of 城寨嚟嘅。啊，咁當然。我印象之中咧，佢係一啲好舊嘅樓，佢咪喺城寨入邊咧？嗱，大家搞清楚，譬如呢個係城寨，呢個係九龍城廣場咁樣喺度，嗯，即係九龍城廣場前身嗰啲舊樓啊，嗯，咁其實佢唔係喺城寨入邊嘅喎，但係因為佢咁樣咧，於是乎佢呢扎舊樓嗰條後邊嘅路巷就同城寨係黏住嘅，嗯。而我哋細個唔知點解嘅喎，明明有大街聯合道唔行嘅喎，就中意行嗰啲巷啊。嗯。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咧，都簡直係當埋佢一 part 嘅啦。嗯。係城寨一 part。OK。好啦，咁九龍城廣場就打鐵就趁熱，就即刻整咗個城寨圖片展。OK。咁好啦，佢一整咗出嚟咧，一 show 咗出嚟咧，屌你咁啲網民咧，哇！即刻同佢屌你大肆宣傳。嗯。嗱，咁你嗱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嘅簡陋度咧係你不能夠相信，但係又咁講喎，佢就係咁簡陋咧。嗯，於是乎啲人係咁推嘅，包括我節目都講啦。我細個課室個壁布板啊，或者即係啲同學入份整噶嘛，係嘛？呢個星期就係一日班號一次。但我相信你啲同學靚好多啊，係會靚啲嘅，因為你一定會布有啲彩色先啦，係啊。好啦，佢咁樣整完出嚟，你唔好嚟，正正因為咁樣咧。咁啊，好多傳媒啊，好多人去 share。嗱，你諗下，如果真係整得好靚嘅，第一嘥時間啦，冇得打折趁熱啦。第二，喂，屌你老尾，你整到咁撚靚，人哋唔會報道啦，反而。喂，但係嗰啲字可唔可以大隻啲？啲阿婆點睇啊？喂，咁樣係嗱，老實講，其實你真係係不能原諒啊！即係點當到咧？即係老細，喂，屌你老母，揾啲嘢搞。喂，我真係唔得。喂，呢單 project 俾咗幾多錢出去？不過九龍城廣場嗰啲私人公司我就唔理啦。即係等於咧，譬如有陣時有啲產品。阿靈驗咒咁樣，靈驗咒咁咪一個咒啦，加下風水好，嗰、那個開光啦，咁其實俾得你噶咯喎，喂唔好啦，揾個利是封啦，寫住風水好啦，嗯、有個盒仔啦，即係有時你成日要包裝，啲人喂買上嚟過癮啲，喂你去睇，喂老實講，如果你圖片好珍貴，佢啲圖片係咩咧？係用好明顯係 A4 紙 print 出嚟嘅，嗱、嗯、九龍寨城公園，佢喺唔係嗰啲相嚟㗎。係 print 落啲 A4 紙度啊！嗱，而家你睇唔到啊，佢分分鐘係黑撚蒙蒙嘅，即係一撇撇嘅，因為個壓解像度唔夠啊嘛。再睇下，嗰啲字太撚細隻啦，點？喂，嗱，老實講，嗱，一張壁布板得三四張 A4 紙嗰次，因為點解佢唔夠料啊？佢咪要咁樣嗱，甚至乎咧，如果我哋而家就咁睇咧，佢係連嗰、那個。description 都冇喎，下面係咯，屌你老母，就擺啲相。你起碼你譬如話，整翻句嘢啊！呢個乜乜1923年點，即係呢個我就知。喂，又嗱，我哋學校嗰啲點解話靚啲？第一會彩色啦，第二咧，我哋高好多㗎，學啲同學有陣時咧，一要展覽咧，第一唔會咁多空位啦。如果有個好空位，可能畫啲公仔啦，又甚至乎咧，會鋪塊膠布喺上面。成塊嗰啲大厚膠布咧，即係阻住冷氣嗰啲咧，即係等啲人等啲佢毛孔容易跌。嗯，
屌你老母閪，撕爛咗唔知。咁啊，你九龍城，你睇下九龍寨城公園嗰啲係 A4 紙剪出嚟嘅啫喎，仲要係。係啊。閪撚到，屌你老母閪！哇，佢真係好撚嘢啊！即係你冇 caption 咧，點解？你話 caption 就冇。咪咯，整翻句都好啊！咩嚟㗎？呢張紙係咩？係幾時幾時邊度邊段路係乜嘢？屌你老母閪！佢真係夠僵啊！我休息一陣。